好，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，一分之差就能淘汰上万人。同学们 ，Do you like Chinese 高考？你们面临的是全世界最残酷的考试。高考考砸了，一辈子就砸了。高考的这个升学率是39.9%。又仅仅是考学生，也是考家长。你说你拼爹拼不过，你还不拼你自己？我想考清华大学的金融专业。我的志向是斯坦福。我每天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写习题，我没日没夜争分夺秒的在和时间竞赛，我眼中的目标只有考上中国最好的大学。 Chinese students are extremely adept at taking exams. You can't imagine what they're willing to go through to succeed. 你一个三无人员，无钱无权无势的，上个像样的大学，将来找个好工作，要不然你怎么办呢？你只有游，不停地往前游。那些从一开始就选择放弃的人，他不会失败，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失败了。中国的学生是全世界学生里最容易失败的。你们这些坐后两排的，以后步入社会，那也可能是社会的底层渣子。这就是现实。在高三，没有假期，没有爱好，没有娱乐，连一丝想玩的念头都是罪恶的。两眼一睁，开始竞争，就算拼个头破血流，也要给我冲进一本的大楼。Failure 无处不在，人生如此 despair， 失败并不可怕，害怕失败才真正可怕。我们只有从失败中寻找胜利，在绝望中寻求希望。掉在水里你会淹死，待在水里你才会淹死。没什么问题也不能放松警惕，破釜沉舟，拼他个日出日落，背水一战，干他个无怨无悔。提高低，你就有可能干掉的是上万人，上万人，懂吗？扛得住就扛，扛不住就死扛，累死你一个，幸福你一家。迎战高考，迎战高考，谁战之间，在真面前我必战胜，请你为我骄傲鼓掌。今天我将要走向这胜利的远方，我要让这世界